别人骂词穷，刚骂词穷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骂词穷。那我个人有一个私人问题想问你，请问一下，要如何在这么热的天气，刘海可以像你这样灵回不乱？我整个疯狂哎、欸！而且你看我这样倒它会动吗？对呀、啊，厉害了吧？你怎么办到的？就是它一百层躺在上面，我的头发不会动吗 ？OK， 因为太短平头哎、欸，你在那边啊？来之前最后跟大家说几句话。我希望这个周末就大家可以好好释放的压力，然后不要中暑。